发现书房桌子上有两封信吗？两封。啊？看看。两封信。啥信？破灯了。啊？给卢克。什么意思？这我们拆吧，那卢可的给他自己拆吧。对。还有哪个？还有一个给心动大家的。那我要操作啊！啊！什么呀？我是祖君，是君君。很抱歉以这种方式和大家说再见。怎么这么突然？就这样子离开了吗？但我始终相信，省去了面对面的告别和不舍，是为了将来更好的相遇。我来到小屋的时间不长，但与大家却经历了从相识到相知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Hello， 列队欢迎，列队欢迎。再到成为家人一样彼此依赖扶持的过程。二一，哎，我跟谁住一起啊？我妹妹，很抱歉昨天没能和你好好告别。希望你在小屋接下来的旅程里开心顺利。更重要的是，希望你在照顾别人的感受之外，也能更多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大齐，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逗大家开心。小红，我的元气妹妹，希望你永远保有这份热情和活力。小孙，好好照顾小红。雨晴，希望你在小屋接下来的旅程里一切都顺顺利利。太开心了。猴哥，很遗憾不能去现场给你加油了，但我的祝福一定可以带到。王哥和依依，你俩锁死吧。曾哥，谢谢你的外卖，你的社牛属性也帮助我很快融入了大家。好运，也谢谢你一直在用相机记录着这里发生的美好瞬间。这段旅程也让我学到了很多，感谢大家的照顾和友善。一，可以。希望大家不要被我这个有些任性的决定吓到。虽然我的旅途比大家都短了点，但我已经做完所有想要做的事。那么剩下的心动瞬间就留给大家来享受吧。再见啦，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。真的吗？天哪，确实好突然。天哪，他整个傻眼。你还好吗？没事啊。需要我陪你一会儿吗？没事。给你一点独处的时间吧。对，给他点时间吧。不想说话。卢可他的心情好复杂，他简直糟透了。现在喂喂喂喂喂喂，哈喽卢可，这封信是单独写给你的。就像我说过，每一份心意都值得被好好对待，所以我也想把我想说的留在这里。在我刚进小屋时，其实一开始没有过多的注意到你。Hello，Hello。那个时候，我疲于融入这个陌生的环境。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叫刘祖君。刘祖国的祖君子。
相处下来，而你对我的一些贴心的举动让我开始注意到了你。Hello. 久等了。来，你跟我想的一样，是个温和、体贴、善良的人。这怎么办呀？让我给他来个礼吧。我当然也感受到你对我特别的关心和好感。你一边儿，你要钱啊？丢，怎么样？这边，真的好可爱啊！谢谢你这段时间送给我的小礼物，我全都不客气的收下了。哇，这样亲！喂。希望你能喜欢。哦，你信了是吗？我又不太会说，所以我想咱俩只求了。可是很抱歉，在相处的过程中，我可能还是缺少了一点心动的感觉。天哪，这年龄跟阅历还是很看重这东西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很迟疑不前那种。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你的心意一定会传达到命中注定的那颗心上。哦，先再见了，君君。我觉得很怕他会自责，因为他其实相当于跟他表白了嘛。哦，他怕他的离开是因为自己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觉得他会不会很自责？要是我不那么急着跟他开口就好了。那大齐陪你吧。没事。我也收拾一下东西，没关系，我们说明很快就会再见，还有期望。你买了吗？平时在家也会做一些手工什么的。你做啥手工？小房子什么，自己做的。小房子？做小家具什么的。我还打算今天晚上一块拼的，会有机会送的，嗯，肯定会有机会送的。有点绷不住了。哎呦天哪，他哭！好像第一次卢可情绪这么波动。他平时一直很稳。其实我们大家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了，只不过他先。耳朵好红，对呀、啊。差一点点的，要是早拼就好了。哎呀、人生不就是缺乏没有期待吗？啊，会有机会的。没事。你们再休息会儿，我下去弄点吃的。一会儿饿了下来吃东西。这种感觉太难受了。喂，有人吗？喂。
这边没开，刚才。喂，有人吗？能听见吗？喂。哎呀。这届兄弟情怎么那么棒啊？吃点甜的，一会儿大家一块吃。太客气起来了。所以你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？唉，什么是答案呢？但好像北京看不到了。我记得是在这边。没了。哎，真的很奇怪啊，郑雨贤。就像少了一个人一样。天哪！一面弹琴真的是哇，特别亮眼。要不然我找个笔记给你看。啊！哇，这，那我全身都起鸡皮疙瘩。妹妹不知道吗？我觉得妹妹不知道吧。